抗议县长，要挖复兴公园，要挖复兴公园，制造深水池，扰人，身心障碍者，很不安全。其实因为那个公园已经是在那边使用的人已经有30-40年了，很多人对这个老树其实是很有感情的。那他要扩建这个工程的时候，势必那边所有的老树不是有的被砍了，要不然有的是被移植。事实上老树被移植其实是存活率是很低的，所以第一个很多人就是有点抱怨说，为什么复兴公园的老树要被砍要被移植，存活率不是那么高，为什么没有复树的团体出来复树发声？那第二点是因为复兴公园是一个防灾公园，比如说地震的时候它是一个疏散的地点，你挖了水池之后其实是只剩1/3的土地，所以这样子来讲一个疏散地点来说，它其实第一个没有地方可以疏散，而且第二大家在跑的时候你挖了水池之后其实是非常危险的，而且更何况万年溪除非你有台风有风雨，其实它的水位才会满，那平常它其实水位是非常低的，而且万年溪的水其实是很家庭配水，又家庭配水又很臭，你要引万年溪的水到复兴公园的水，那势必你要挖更深的水它才有办法引进来，要不然就是万年溪的水位要垫高。你挖得很深，其实我觉得他挖得很深的那个要做清水公园的时候，第一个他对老人还有我们身心障碍者，即使你一米深或者是只有500公尺，其实那个水栽进去的时候没有人发现的，其实是也会溺水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而且更何况我们的溜冰场是屏东是算是刚刚才修建完成的一个标准的溜冰场。那你溜冰场你为什么要剥夺我们屏东市人选手级的那个溜冰选手呢？你为什么要叫他到潮州？你凭什么？那万一潮州的人说，这是我们潮州的溜冰场，你们屏东市的人凭什么？我们都没时间，都没有场地练习，我们时间都排满了，你们屏东市人凭什么要来这边练习？为什么？我们屏东市的人为什么要跑到潮州去？为什么要剥夺我们屏东市的人溜冰者的练习的权益呢？所以我在此这边抗议啊！我说你可以把1.9亿拿来做修缮，比如说溜冰场你可以把它加盖棚子，让它能够供24小时使用。你看台球场、篮球场、溜冰场、台球场、板球场都是啊，对不对？那你把这个1.9亿把那些老旧的设备，你再把它好好的拯救规划，但是千万不要去挖水池，因为挖水池就是第一个真的危险，第二个防灾的地面积也没有了。我觉得它是去年的案子，在议会的时候我有提出来，我也有问。问水利署，我说，那个复兴公园的那个你们要挖清水公园的那个案子，是不是这个案子？他说不是，他说都还没有。就等我们议会去休息的时候，他说什么案子已经通过了，我都没有看过啊。他可能是在追加预算的当中，就这样混水摸就混过啦。因为有时候追加预算我们是分组的嘛。但是真正在提议会的议题上，我没有看到这个案子啊。我那时候有看到的时候，他说不是这个案子，是说这个案子还没进行。所以什么？我们议会提完了，已经没有咨询的时候，他就是听说就是
说已经要动了，所以我也是担心他申请到这样的一个经费，他就是把这个经费就是做这样设备完之后，如果万一他又申请不到维护的经费，他也就是一样摆烂。